觉得今天我们重点是讲华语运动二零一，也是想鼓励同学们参加今年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就是那个讲华语运动的主题曲创作比赛。那我觉得想和同学们分享，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创作啊，你弹吉他，你弹钢琴，然后自己哼唱，慢慢的就可以写出歌曲。那多写，就可以进步。跟华语一样，多想多用就可以。对，这、就是今年的标语哦。啊，那接下来这首歌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明知我爱你吗？好，就弹明知我爱你。会唱吗？唱两首来呀，妹妹。好 ，OK， 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耶，嗨，这里有朋友，嗨，你好。好，明知我爱你。假装不在意，
谢谢，明知我爱你，谢谢。